雄联盟，可不敢单呢。敌军还有三十秒，没办法，确实没办法，我们来把王吧。你打落手吗？全军出击。那不呢？不，你跟我说啥？你给我点啥呢？那我去打去呗。你干啥呀？哎呦我至真真实伤害至真。多兰顿的落手。什么意思？拱了他一下，等二级再跟他打啊。怎么的？这啥意思呢？这是好打不呢？拜拜！我龟头硬不硬啊？龟。头硬不硬啊？注意断句。哎呀！好，小心。算了吧，我们回家了。先来两个小布甲，再来一双小皮鞋。不如你的嘴硬。哎呦，人家哪敢嘴硬啊！我的天哪，哪敢呢？翻滚中。别怕呀，我到了。你给我干他来，找不过去。好配合，烦，我的兵剑呢？小心点啊，车丢了。血怒也不掉血呀，等个余震再跟他打啊，不着急，别急兄弟们。好，余震有了。干哈呢？你不要以为那落手是无敌的，你并没有多无敌。可以。哎，好，吃波塔皮，正好五分钟了。
记住啊，五分钟用爆破吃塔皮是很好吃的。五分钟之前爆破打不掉血。哎呀，快跑！回家了。你要干啥呀？吓死我了！我想闪现杀他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要来呀？那可以，可以，他没技能。来来来来来，直接杀了。Hello, nice to meet you. 躲个内圈来，我很幼的，没关系。死了，流血流死了。这螳螂伤害有这么低吗？真的，它伤害好低哦，我感觉。他空技能了，这把的技有点克我呀，他平 A 速度太慢了。你这小克我，被我拱死了，兄弟们。问题不大，回嘎，不回嘎，回嘎。他补刀好多，他居然补了40多个刀。我杀了他这么多波，他补了40多个刀，其实已经很猛了。嗯，已经很猛烈。我们家少个人啊，这把。不过还好，对面属于这种全 AD 阵容，并且那个进他虽然打我打不死他啊，不一定能打得死，但是他打不动我们。就这个莫甘娜他稍微有点烦，这莫甘娜。嗯，我的炮车，嗯，假的应该是死了吧？哎，这都没死，天哪，好烦哦！你能打过我吗？哼哼，开心。等我们小反甲出来就无敌了，啊，大反甲。走了，不拆了啊！
1900有点贵呀。翻滚中。中单怎么520了呢？一开始不就压他一级吗？这不对劲呢，他压什么520了？打他个 E， 可以。干哈呢？啥意思啊？哎呦！没事，让他回血，没有关系。没事儿，我们不掉血，不用害怕。这 ADC 怎么跑上路来了呢？来来来来来，我帮你把这亚索杀了。莫干辣区区高啊！俺们家这 ADC 呀、啊，是真是没有啥用啊，给人挂杀呢。莫干辣什么伤害？这莫干辣，这 ADC 咋回事啊？把这瞎子杀了也行，杀哪个不一样呢？真是，小龙打了去，少个人吧，虽然没关系，这落手不好杀呀，关键是一套打不死，你知道吧？那这打的死了，减速他！哇，这减速减的好猛啊！你干嘛呢？拉！咦？你们看见卡了吗？如你所言，赶紧来一层塔皮。把这塔赶紧拆了啊。好，回家。我以为我网断了呢，你知道吗？我寻思我网断了呢，我都没敢说话。我寻思，哎呦天哪，我网又断了。一发现不对，我马上到，兄弟们。别啥莫干辣来。杀了呗，那怎么办？哦，干嘛呢？要小心。哎，我看你好像有点不服。
是吧？哎呦，八百！哎呀，他有盾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有盾的打不死，我估计这上路打不过这，这落手吧，能打过吗？能打过还行，把这打了。好，我们回家。这把呀，我们得要一个板甲。这个日炎咱不除了啊，没有板甲我们跑得太慢了，容易被封着。那把莫干辣子搁旁边呢，来可以打，减速，我就想问为什么减速没减速到？哎呀，这莫嘎拉临死还盯我一下，真的烦！为什么临死盯我一下啊？你别打跳弹，我右边杀亚索呀！哎呀，给我踢了，给我踹了。把下路塔拆了，回家守一个。跟我哥把下路塔拆了。没事，不咋掉血吧，金发塔。拆塔呀！算了，我们走，我们不管了。撤一声。这莫干辣可挺烦人呐。你干啥呢？啊？哦。我有盾的，我有余震的，小伙子。哦，哈子，你不知道我有板甲吗？你还跟我在这画圈，我能画死你！我跟你画圈，我有板甲，你有吗？啊？哎呦我踹我，往哪走来？我们把这落手给他定住啊！没想到这哈子居然找了一个替死鬼。可恶！可恶啊！真是可恶！把这莫干辣给我杀了！你怎么连个辅助都害怕呀？你肯定是死了，那我走了啊！我给你逼他一手，你还往小兵里边走，你必死！我走了，我可不跟你搁这待了，我指定是走了，我必须得走。我们再来个科技枪就无敌了。小龙没刷吧？小龙还40秒呢。啊，这不行，
这不行，回中守啊，回中把塔守了。来人啊！哟吼！回头放 Q， 哎，对，先把落手杀了。哎，我靠，还有加血，他们让人劈的太多了，你别一个一个让人劈呀、啊！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！你把他给我杀了，他干哈呢？他像个鬼似的。他咋的？他有啥装备呀、啊，兄弟们？他有什么装备？别的我不想知道，我就想知道他有什么装备。你们十三级，但我们家少个人也确实。少个人，并且下路这 ADC 呀、啊、有点二，不会玩儿。大龙插个眼儿去呗。快去快去快去！打完了。还好还好，吓我一跳。给我把这莫甘娜杀了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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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偷完红跑，往哪跑？偷东西还想跑？为什么补我的车？一会儿把那个日炎给它换成冰心儿，要不然减息力太低了。那有防御塔，没想到吧？为什么给我发信号？你们还敢打龙呢？哎，好闪！哎，别急！好，我上，杀亚索来。先把落手杀了，这落手也杀不了啊，这区区也不够啊，这下次团啊，给我，我进去了，他们才能赢，你知道吗？
赶紧去打个红的。小龙三条没有事儿啊，只要第四条别丢了就行。我们等第四条小龙，然后团一波。其实正常现在团战，我们其实是能赢的。来一波团战，先打个鸡吧。别越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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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越塔。这怎么回事？往后点儿。没关系，守塔没事，把塔守住就行了。他们打拆不掉，干哈越我的塔呀？哎，你别上去死去啊！洛克大师之手啊，这真讨厌，不好上啊！这，哎，等一会儿，往后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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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保护队友，杀个蛤蟆！这蛤蟆这么难杀吗？还退出游戏了，我靠！没有意，有意了，你给他踹飞干哈呀？还行啊，还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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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把他嘲讽住，好，还有精神。踹出了游戏，踢掉线儿了。露露一脚被人给踹掉线儿了，走走走走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不杀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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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边有人呢，没有状态了，来来，整个科技枪。来来来，跟我来，你在干什么？油，这九八 K 得给他收了，可以打可以打，牙手搁下路呢。先把莫甘娜杀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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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杀莫甘娜，来来来来来，打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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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呀，这 ADC 怎么回事？好，这回可以打龙了，来来，把龙打了。来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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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么咱就小龙也可以。如你所言，小龙也可以。杀人，杀人，杀人，一定得杀人。跟我飞上来呀，早不飞。干哈呢这样？
哎呀，这是在干什么呀？大龙也没了，小龙也没了，我的天哪！把皮鞋换了吧，要不我跑好了。我跑的话他们打不了龙，我应该能一打三。小龙吧，小龙，小龙。捡西地，这不够除的，这卖了冰心不够用。耶，可以啊。差十块钱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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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快走快走快走。没关系，别给人点了，点啥呀？我们手机啊，没事。越塔他们肯定是越不了。不要害怕，你解脱者能不能死就死，好好的死，别在那老点信号。给了吧，不要了，一波了，别啊。你们这咋上啊？不是兄弟们啊！刚的地方咋上啊？这跟挂机也没关系啊，你这三个人让人拉着，那不傻吗？这能让人拉三个人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，我着实是没想到。结个账。